今天是挑战天然有机平衡生活的第一天，三天之后我们就要验收成果了。不晓得我这么干燥的头发还有皮肤有没有救了，期待。我一直都相信天然成分可以带给身体最恰到好处的需求。头发的部分就交给蒂木迪的金盏花修护洗发精以及护发乳，里面有日本职人严选的氨基酸配方，来看看修护效果如何。哎，好顺哦，毛躁可能不见了，而且头发还有光泽。对我来说，拍照是兴趣，也是达到自然平衡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先用金盏花化妆水湿敷一下，头发也用了加入金盏花精华液的洗发精保养过了。今天就要验收了，好紧张哦。有认真保养哦，头发这么顺。你有发现？这瓶金盏花真的是染烫发救星哎！我洗完头发之后不会毛躁，而且。对发色比较有光泽吗？哇，也差太多了吧！结束了三天有机天然生活挑战，没想到金盏花的有机成分居然这么厉害，它完全拯救了我的满头炸发。这个金盏花系列一定要囤好囤满。那么我在这里正式宣告，挑战成功。